哈利波特是白熊学，白熊学这个近战哦，组装完毕之后，我们这一集要来把它发动。发动的时候，汽油先抽干。啊，我第一次去抽这个汽油，我也不晓得怎么抽。哦，应该是这来的，这来的啥小？哦，一来的汽油啊，这样都焦化了。哦，麦乐，不晓得能不能抽出来，我也不知道。哎呦，可以哦，可以，哎呦，可以哦。麦乐小哎，哦，到底了。因为这个很多年没有动了，这个汽油我先抽，不晓得那个味道现在怎样。我讲，我先品看卖。我先闻看看，嘛不一定，凡事无变质嘛不一定啊。但是他看这个颜色是不太对了，哦，目前呢，哎呦，来我品一下，嗯，这个汽油还能用，不用抽，很新鲜，可以，啊，那是化油器在焦化呢，好，这个可以抽出来了，好，来，这样。上去，就是在这边。好耶，不上用，好安呢。好，啊，电瓶先装上，我们先来测试过电。装上，瞬间锁上哦，发电完了，好用，感谢老板赞助。今天这到底是在这边？应该是这样。来这边。再进来，对，应该是的。嗯，还是安尼，到底是哪一边？对，这边啦。反正塞进去就对了啦。稍微有点怪怪的，因为这看不上来。来，咱即马先来做一下基本的通电试看看。油表。好，起来，黄用灯，水，好，是有生命迹象的哦。好，明天就要发动了，谢谢收看。你这么已经天色已晚了，拜拜。来，老车无力，综合汽油精加进去，多功能一次搞定，大瓶装500毫升，对应70公升，给它赞了，下单影片下方。一瓶只要330，三瓶一起带，最划算。下单为支持保罗姐，谢谢。